近日，有网友拍到鹿晗现身上海拍摄广告的照片，身穿白色 T 恤的鹿晗看上去低调休闲，但无法掩饰笑意。原来是他的女友关晓彤在深夜里相见了。关晓彤穿着一件黑色外套，皮衣配热裤，一双大长腿十分有标志性。不知道是不是不太想被人认出，关晓彤全副武装，用帽子、黑口罩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。身边的助理也紧紧跟随其后。她与男友鹿晗的黑白情侣装的小心思也引起了很多热烈讨论，似乎两者之间的关系一如既往甜蜜。但是关晓彤掩饰得很周到，两人还分开出门，一前一后的，应该是特意保持低调，有所避讳。虽然自从两人官宣恋情后就引发了不少粉丝的不满，但看起来两人却一直甜甜蜜蜜，一场恩爱。即使顶着巨大的压力，依旧经常被偶遇小情侣一起外出度假。这次探班，鹿晗更是笑开了花。